右边小腹疼怎么回事？如恩医生特邀专家周丽萍，西电集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。右边小腹疼啊，咱们的这个阑尾啊，一般都在右边，还有一些病人呢是这个，就是脏器移位啊，会在左边，但是人的这个正常的人呢，阑尾都在右边。这右边疼啊，多数咱们要考虑是不是阑尾的问题。如果右下腹的一个疼痛比较剧烈，而压痛啊、反跳痛啊，而且这个有发烧啊，这个时候咱们就考虑这个是阑尾的病变。当然，这个右下腹的疼痛啊，也可以是泌尿系的问题，比较泌尿系结石啊、输尿管的结石啊，这个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人的输尿管和肾脏呢是对称的，它右边和左边各一个肾脏，各有这个输尿管，它也会有结石。当然，这个妇科的一些炎症，这右侧的卵巢呀、右侧的附件的炎症，同样也会出现右下腹的疼痛。当然，最多见的还是咱们外科的这个阑尾炎，这个疾病最常见的是右下腹的疼痛。